各位圣诞快乐。2000年前，一个小孩子诞生在白冷。2000年后，我家在这里，在香港，在九龙，在这个很有圣诞的气氛的这个地方。圣诞是很可爱的节日，个个都喜欢，小孩子喜欢，大人喜欢，是一个帮人休息，帮家庭团聚，帮小孩子得到很多礼物，大家很开心。一个节日可以改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，紧张，很多事做，突然间转咗啦，变咗平安夜，变咗中意喺屋企庆祝。圣诞系好特别嘅节日，好影响嗰个社会，甚至好影响嗰个做生意、铺头、商场。都是很喜欢有些圣诞的灯饰、圣诞的布置。我希望你的家庭呢，你的家，你的 office 都有这个圣诞的气氛，使到每一个人不要那么紧张，每一个人关心其他的人，因为圣诞始终是接受很大的礼物，这个 BB 是很大的礼物。他的名字叫做厄茂努尔，即是天主与我们同在，不可见 的天主变作可见。我们见到那个 BB 呢，当然 BB 是一个妈咪抱住的。这个妈咪玛利亚是我哋特别尊敬，因为佢好相信主所应承嘅嘢咧，佢会一定会守诺言，系万福玛利亚。万福玛利亚，你从我心中。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产中，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。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。